看现在不是那个商户那么老，我就是要开个商户超市嘞。哎呀，可不要开那个。这么宝宝，这是啥宝宝？这是油哦，是爸爸马上打包了。哎，给爸爸。给爸爸啊、哦。好，可以。让爸爸打包啊、哦。这里，让我去往里装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你可以给爸爸拿。这是什么？花生油。去看电视吧，跟爷爷一块看看会儿电视。很早很早都有了，现在就开始大火开了。啊，陆陆续续都开始发火了。嗯，啊、哦，给爷爷一块吃吧。好、哦，核桃油。嗯，有核桃油一个钱用。啊、哦。啊，其实我蒸一点是呗。对。你说我要帮忙。大王。油。哦，油。油。油。咱出去了。哦。家里安静多了。给我过来呗。帮忙。帮啥忙呀？帮啥忙？嗯。给你包一。哦。他也是对啥呀？好气。这家里也乱七八糟的，你忙起来了呀。哦。第二个。回来干活来了。啊、哦，看看屋里边还有吗？给奶奶。走，咱去屋里看还有来了。用了哈白的我，好，那扔了点啊，去吧。快递有点多，筐和盆儿都湿下了，倒下了。得了，喝杯汤。好，那你去吧。把这都收拾啊收拾，要不脏的不行不行。别，我背啊。啊。歇好了。哎。等奶奶喝点吧，哥。香。来呗。香。有。把地洗一下对。哦。有。都干净点。嗯。好。去拿啥？拿球。今天叫穿。嗯。开裆裤来了。啊。那个这事儿来着，开张了。哦，啊，你去拿吧，去拿去。啊，嗯，你看现在可是那个商户那么老，我寻思要开个商户超市嘞。哎呀，可不要开那个。这么便宜？那就是说开个商户超市，啊，把在家里，然后离家里好的吧，啊。把好质量的，然后弄个小卖部弄个挣个钱儿。开小卖部弄个挣钱是那时候小的小。我说你娃真是跟那猪胃好有关系。那俺想干了，你看，几乎外界还请了家里还是没啥事儿，然后还得凑合地面的需要用钱儿的。